中国女队来说，你登场很可能就是球队的制胜点，承担这样的角色感觉怎样？首先我觉得团体赛当然每一分都很重要了，就每一分有每一分的意义，比如说第一单第二单第三单都有不一样的意义，但是对我来说能担任这个位置我本身也很开心，会全力以赴去把这个二单打好。在上场前会不会想说，如果你们已经是2-0领先的，会不会想说如果这分赢了就会赢？会跟自己讲些什么，还是就是这样忘记？我觉得可能不可避免的会想到吧，但是有了这个想法以后，需要立即去调整，然后投入到比赛里去。通过两场公赛适应，感觉自己在英国杯上的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？我觉得是要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，然后也希望自己可以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然后对。对 OK stop this